老司机啊，你说这车驱动，你不多叫两个人来？就这俩。刘会计，那咱就叫亲力亲为。你当领导的，你就得带头干。要是我们不干起来，你让带头的村民干，只有我们热火朝天的行动起来，他们才能寻找干业。这叫领导的魅力。赶快干吧！哎呦我的天嘞！这么夜的天儿，又这么大的风，我来的时候擦了一把更多的防晒霜，要不也玩这水秃噜屁不行。行了，别叨叨了，这老百姓都弄忙呢，脱不开心。他们一年到头种点庄稼也不容易了，这点活咱俩干行了。哎呦，赶快这点就可以回去了吧？你上的没？前面还有一段嘞。停在了道道开始的。刘浩东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，我到底谁呢？真是不一样哈，缺心女治的和个村啊。张书记啊，刘会计啊，你们哈喽呀。浩东啊，这是几年没见了。哎呀，这个衣服还真不错哈，这是从哪做的？张书记啊，你这话说的呢，你还用想？你上废品站买一套不就行了？就给钱的事儿。刘大米啊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说话还这么狂吗？能不能低调点，别这么出瘾啊？废品站里有点的衣服啊？哇，这是花了3000多块钱去大商场买的。哎呀，浩东啊，你穿这么贵的丝服，是不是现在换好了？实话跟咱俩说吧，我呢，现在啊，跟以前可不一样了。确实不一样，这眼睛比以前更骚了呢。跟那俩说不明白，问这是在这干什么？俺俩正在这修路呢。修路？用天鞋修路啊？你懂什么？我们先平地然后再修。我第一次听说修路还有这么修的哈。看来啊，我们啊有代沟了呀。我深刻记得当年我出去混的时候，刘会计还说我是个穷鞋底，哪么缝都会开脚，瞧不起我。现在是不是啪啪打脸呀？那不我说的，那张书记说的。算了算了，给你们啊说不上，终止呢。你们知道我现在混好了就行啊，看见没有啊，刚买的全款。哎呀嘞啊，大明啊，你好多啊，混的确实不错。好多啊，你看你现在也混好了，我作为单词的书记也为你开心高兴。你看现在在这儿正在修路，确实在这儿花钱找富关系，你能不能也捐点款啊？对对对，这个确实最重要的，这路要是修好了，下雨天也好走道，大车也能开进来，这乡亲们种的蔬菜啊就更好卖了。这修个路需要我出手吗？
这张书记啊就办了。哎呀，浩东啊，你现在啊也很好了，是吧？就应该多少的帮助一下其他人，共同发展，共同致富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以前是个穷小子，好吃懒做的，乡亲们对你呢，确实有点瞧不起。你现在要是表现一把，我保证，他们肯定对你刮目相看。说的也挺有道理哈。就是啊，李浩东啊，决点呗，咱们爹也得意识意识吧。行，既然你们两位啊都开金口了，实不相瞒啊，我这次凯旋而归，我整整带了100万呢。喂，哦，老板在阿里的，我现在要去八老门白相，侬来不啦？想好了不啦？哎呀妈嘞，这么多钱，我头一次见，我也头一次见。不要搞了，瞧瞧恁俩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吧。浩东啊，那你这次准备捐多少？哼，我三嫂，你捡了100万。哎，不是我捡的，是吧？不是给拿回来。喂喂，各位村民村支一郎，请放下你们的天险锄头，有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村啊修路终于不用自制了，各位也不用再捐款了，因为啊我们的村民刘浩东今天开心而归了，他在外面做生意混的是特别好啊，主动拿出了100万作为咱们修路的40块，大家掌声表示欢迎啊！我这回来一趟太难了。Hello, it's me.